賽馬一向被歐洲各國譽為國王的運動，美國的賽馬運動亦都久負傳統並且兼具合法的博彩娛樂。為增進華人社區對賽馬的運動了解和參與，盛寶利資本集團首席執行長許堅公開宣布成功與北美最大的賽馬平台 ExpressBet 合作，推出北美洲首個中文賽馬資訊的娛樂平台一馬網，民眾可以透過一馬網 yupracing.com 網路進行中文在線的投注博彩。星期六晚7:15的天下中橫探就會同你分享這項運動的精彩。賽馬博彩是百年基業，其體制牽扯到馬種、馬主、賽衣馬師和培訓傳統幾個重要環節，其中傾注的馬主心血、心智以及參與受眾齊齊構築馬賽的文化底韻。許堅介紹，以美國3億總人口，華裔約佔500萬，每年全國投注金額為108億元，比照中國香港地區700萬人口，每年竟然達到110億元的馬賽總金。賽馬亦都成為了香港社會紅運深厚的娛樂文化象徵，進而亦都可以預見北美市場的遠大潛質。賽馬的話呢，有是很新的一個娛樂啊，給這個華人的市場。那除非香港人的話呢，因為他从香港从小就开始认识这个赛马的这个运动，但是呢，在其他地方来的华人的话呢，对赛马其实蛮陌生的。对，真的。许健话，最初佢对赛马一窍不通，为咗令到退休嘅父亲揾啲娱乐活动消遣时间，喺1998年同父亲合买一匹赛马，之后先至了解到赛马文化唔单止只系落注博彩，仲包括成为马主、挑选种马、寻找骑师。設計和定制騎師的服裝以及是帽等等，更加似一種娛樂生活。賽馬運動將會為民眾帶來一個乜嘢嘅世界？今期的天下中橫談將會帶你一同切身體會賽馬的激情。請關注天下衛視粵語台，星期六晚上19:15，天下中橫談。